天哪！不要！谁都别动他！这该怎么做？燃料看起来好像又漏了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老旧的燃料系统。先不用担心，我们还在想办法。洗呢？啊啊啊！死去！哇，他们居然没发现欸，超好笑的。接头都已经剥落了。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干什么？那那呀！当面好像还有人，对不对？嗯，没看到人。哇，手榴弹！爆头！嗯，这就要死了。其实这边其实是可以用点燃的方式烧了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我刚刚没有拿到这边的那个提灯，不然就可以这样搞了。哦。不过我的玩法通常是硬 A 比较多啦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要救他吗？还是算让他死好了，不然他这样活着也痛苦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要他死，要他死还是要他活？啊，不过这没有那个什么所谓仿生人的剧情啊，啊，反正就是他死要活，不会影响到任何的剧情发展，完全不会。哎，没事啊，想说丢一下看会怎样。拉解脱是不是？靠得到吗？我还站起来这样子。哇，他死掉也要这么的那个优雅，优雅的死去有没有？哇，生的优雅，死的也要优雅，优雅的人生。这个一定是年上一辈子是那种跳天鹅湖的那一种了吧？安心的去吧。以亮白的布料可以点燃。他说是这个吗？拿这个点吧，把这个烧掉这样子。我干！吓我一跳。抓几条！我操！我操！看他这个拉没有别招吗？没有别招了是吧？早就死了还踢。到哪里了？他那个皮好像可以拿来做装备的样子啊！你怎么可以杀兔兔？动保团体嘞！我要被告了。那样一定会被发现的，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去。从右边啊！哇！可恶，没跳好。哇，这是怎样啊？我是出不去哦，在这里吓我一跳，重走这样子。找到文献秘密这样子，应该又是隐藏的那个洞窟，可以拿一些相关道具之类的吧。你们阵亡了，
我？别开枪，我不是你的敌人。照射不误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那些之后再说。你如果想要答案，就仔细听好。我们成功摧毁了老旧的无线电塔台，但让他们保持通讯的中继器还在。我们得关掉那些东西。协助我，我就会让其他人知道你可以信任。开锁工具，我会留意的。很好，这是支线任务，对不对？哇，缺乏装备，我真要帮这种帮这个人去做支线吗？罗斯先师要我学会开枪，今天他试着要教我，但我实在毫无慧根。我总认为在野外行动，只要有一根坚固的拐杖和一双好靴子就够了。盔甲失去，我说我是个学者，不是战士。他大笑了一番，然后祝福我在有野牛冲过来的时候能找到一本好书将他挡下来。我说挡下野牛是他的责任，我很感激他。射速提升，不过我想他应该不会再试着教我射击了吧。罗斯老师说我锐利的双眼跟稳定的杀伤力是遗传自我妈妈。那个夏天他改教我射击，我是学会了，但也许哇不能学了，材料不够。好哦，是什么闪亮的皮这样子不够。这个游戏的配音好好笑哦，我还没全都找到中文配音，偶尔听一下中配嘛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我就不用看字幕了，多爽啊！不用看字幕的感觉真好。我已成功渗透，提升语言的熟练度，等级一二语。材料，这材料真的挺多的、欸。哎，安安你好，各位早，各位早。这爬上去有什么东西啊？啊干！为什么要撤跳？为什么我每次玩都要撤跳呢？我上次因为不知道撤跳死了几次了、啊。操作不慎，不是为什么呢？老头，你直播十到十一点吗？怎么叫十到十一点？现在六点五十分呢？哪里有十点？是什么？羽毛？有，哦，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附近有非主线古墓挑战，我可以用枪把它射掉吗？想太多了，我真的是太天真了。我们真是一群有勇无谋的蠢。东西太多了，绿色点是什么？绿色点是我们的支线任务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古墓挑战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主线。我们要解支线任务吗？
杀死动物兵剥皮，取得制作装置。杀死动物。食人巨婴的习惯。通讯中继器，一定是圣三一安装的。有。要毁掉这么多台啊！都不知道自己捡到什么东西。1950年代晚期的俄国人全家福，记住他们。某个人被囚禁在这里过。啊哈，悬赏他们这样子，悬赏金十五亿的鲁夫也在里面。我懂，我懂。那个支线是 DLC 的内容，可以起来玩玩看。是啊。哦，是可以把它打下来是吧？这个是怎么运作了、啊？这个跳过去吗？但会死掉。我们得从囚犯口中套出更多资讯。如果让康斯坦丁亲自动手的话，你是第一个点亮星星的人。我们会给他更多压力。这是在赞美他们的太空人。他原本就对抗我的技巧有些经验。找不到。我们认为他是那些移民的领袖。哦，我看到洞穴了。知道有关神圣之源的事情，找出他的弱点，用什么方法都行。或许。我可以找到这个囚犯，找到这个囚犯，囚犯。哦，这也可以爬上去哦。这个是苏联，苏联的国旗，我可以把它放下来吗？战斗刀才能割掉绳索，这边古猫还要战斗刀。老头，你为什么不是 gay 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可能要问一下，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不是 gay 的个性？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一个解答。那你是 gay 吗？你是不是 gay 啊？我有很多 gay 的朋友，我可以介绍给你，如果你缺的话，好不好？互相交流一下。干嘛叫全名？害我有点不习惯啊！好啦好啦，以后叫你小夏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以后叫你小夏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我突然有点想要双击实况了。PC 这样子搞有点卡顿了，虽然勉强撑得住。我看我下次直播改双击实况好了，这样真的不太行。这下面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明明也可以，好，明明你好，是的，明明，他是说非主线的古墓，你有错过一个？没有啊，我不打算啊，我不打算要捡那种非主线的古墓啊，就是尽可能让进度快一点啊，因为我最主要是想要把剧情玩通一遍，熟悉一下啊，两个月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玩我们的第三部曲了。使用通讯电缆作为高空滑翔到监狱里面。这文字看起来是在指附近的某样东西。附近的某样东西哦，钱的储藏区域。不管它。呵呵，指令不是 gay 吧？哦，有人。Oh my gosh！ 别，我很凶哦。Fire！ 有人在这里，我们走，我们走啊！行嘞，那看我勒死你！别，
我没中弹，你才中弹。没中，好危险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做做效果而已啊。乱枪打鸟，老头求加赖，好啊好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可以私聊，太棒了，我又有朋友了。老头觉得这游戏好玩吗？当然是不错啦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更多苏联宣传海报，更多苏联宣传海报，更多星巴克。拜占庭钱币向圣三一装置技术人员购买物品，走到物品前面按住一以购买。哦，可以买东西。听好，我跟你站在同一边。真的吗？我一直在这。担任圣三一的维护技术人员，但我没办法继续待在这里了。那些家伙根本是疯了！哇，我一直在暗中储存装备。如果你我没有钱啊，他们就是你的，他们不会察觉少了几样物品。要命还是要钱？或是看到我你走在一起的话，闭嘴啊！吵死了！我需要先取得一些无法被追踪的货币，以免出状况。最好是金币。你吵死！你愿意和我交易吗？不要。我会看看我可以找到什么。快点，要命还是要钱，选一个。他不想理我，看来收集钱币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。完全没有钱可以买东西。为何我以撒标题跟你不一样？什么？你的以撒标题跟我不一样？你可是买到旧版本的吧？还有分两种版本啊。这是直接滑到对面去哦。欸，有两条路可以走的意思吗？上面我也还没上去过欸。哇，最大就这样子了。购物商圈。缺乏装备，好，我们直接跳过去了。直播加油，先吃饭了 ，OK。现在几点啊？哇，你今天那么早就收了、啊，还没七点半呢。这关很变态，对我来说，真的假的？回报进度，圣三一开始忧虑起来了。忧虑。当地人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，并使通讯装置中断了一阵子，但现在一切又回到我们的掌控。我们会在失控的状态下介入，并接管这一切。不会的，你派我来这儿是有原因的，我是上天选中的人，我一定会成功。看这个行动证明吧。狂暴分子啊！上天天选之人，宗教狂热分子。林贝喜天选之人，早点收比较实在，好不？了解。罗拉，你还好吗？哎，谁啊？谢天谢地，安娜，你怎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安娜贝尔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，到底怎么了，罗拉？我好害怕。要辞林普雷了。我很抱歉，我没想到他们会对付你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这全是我的错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到底想要什么？跟我父亲想要的一样。天哪，罗拉，我告诉过你不要这么做。他们想要什么，给他们就是了。这没那么简单，撑住，我会想办法逃出这里。
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，而我职责是带你去见上帝。说得好。哇，他真的要你虐我了呢！别碰他！拜托，不要！哦！快说！不！不！快说！你甚至有人在哪里？拜托，住手！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哦，要去了，要去了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哇、哦，同伙人，靠呗。What the hell？ 原来他也是圣三一那边的。你不，你跟他们一伙。终于知道老爸为什么会死了。我是不敢相信。What the？ 你这个，老爸会挂，可能都是他害的。你就是不放弃，是吧？我就知道你终究会找到这个地方。那你又想要怎样？其实大可不必如此。我们的目标相同，像你这样的人对我们很有用。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，那就该加入我们。软硬皆施。别开玩笑了。我知道圣三一都做了些什么。这是拒绝吗？你根本想都别想。你说安娜，你到底是在开始纠缠我爸之前还是之后加入圣三一的？我爱过理查，但他被他的理想主义蒙蔽了，而那也毁了他。你有听说过安利吗？别管圣三一的好不好。你要怎么处理这部文物？把他公诸于世，好洗刷你父亲的名声。你还是这么天真，不过是个幻想能和父亲一样伟大却又充满恐惧的小女孩。吐口水。没什么好说了。不，还不需要。你跟我们还是可以站在同一个阵线上。等等，鞭尸他。我要被抓去关了。事情还没完，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哎，或许他只会这样和人相处。那是谁？我以为这里只有我。我也是，但我们错了。哎呦！我应该怎么称呼我这位新朋友呢？是谁啊？不用，我不会待太久的。哇哦，康斯坦丁这个人没什么耐心。我也是。哇，想也是，超快就解锁了，真了不起。你能带我们逃走吗？别乱套交情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为何在这。没事装熟。有没有？让你们去外面把妹，是不是也这样子？我现在对人特别没有信任感。因为才刚被背叛而已。少了我，你走不远的。啊，开始搭讪了。我好像在哪里遇见你。不知道我已经走多远了。所以我才不去那里啊！有没有让女生都这样回答？对于这些人，你知道什么？一个古老且极度机密的教派。古老极度机密。就我所知，他们的行为根本谈不上神圣。你打算怎么使用那东西？我想到的时候会告诉你。拿来敲你用的啦！等我想到的时候，别让我水管等太久啊！
当然是敲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我那么聪明，是不是？他们会听见，那就更得快点离开这里了。有了，太棒了！我成功了吗？再见了，向我搭讪的男子。我应该会在这里捡到我的装备，我猜啦。啊，对，都是对，哎，啊，那个绳索工具嘛，那个出得去吗？没有，但我找到一个可能有用的东西。这个上一代的时候用过，很好用，反曲弓，绳索的，之后就用得到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可以拿？我距离玩上一代到现在应该已经五六年了吧，还是七八年了，超久了。小心点。别引起外面注意。有七八年那么久吗？反正已经很久就是了，而且只玩过一遍。然后呢？成功了，你出得去吗？可以。哇！可以。等等，放我出去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不能相信你。我们并不是敌人，我看得出来。你觉得他的配音跟他的身形超级不搭的。我一个人比较好办事。我知道路，也熟悉这里。我学东西很快。这感觉就像是一直想要搭讪罗拉，有没有？然后一直不断的回绝、婉拒。我知道你们在寻找什么。被说服了，好吧，我把我的 like 给你这样子。谢谢。我叫雅各。这里建议原配。罗拉。雅各。这个拿去。没关系啊，原不原配都没差了。反正我主要是赶快把这个游戏剧情过一过。巡逻的守卫随时都会出现。欸，超好笑的啊！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们现在聊天室啊，这个名字是灰色的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可以改这个啊，就是不能改这个。啊、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的、啊？我现在那个聊天室上面完全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名字全部变灰色。哦，啊，只有江小甲没有。江小甲是因为他有赞助，所以说颜色非常的亮丽。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没赞助才没显示名字啊！是我一开上来就变这样了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全部融在一起了，还是我把你们的这个聊天室放这里啊？不然会被挡住，拉回来好了。出去吗？雅各的人生不错。我曾稍微研究过这一带。我拿到什么？在不到24小时前，镇三一人数众多，还有一个疯子操作领导。好，我们看重点就好了。疯子领导不就是康斯坦丁吗？我们身上的装备也不见了、欸，就变回初始的那一套了。你待在那个牢房多久了？久到知道康斯坦丁如果没有达成目的。就绝对不会罢休。神圣之源，神圣之源。罗拉，信任是互相建立的。他的笑声超邪恶的，确定我们是同伙的吗？赞助要多少钱哦？每个月75块钱而已啊。历史的教训，这个地方拥有不堪的过去。这是个劳动营。劳动营。我终于将我背叛的事实全盘公出了。罗拉这下知道真相了。他一直在操作我的家人。我现在有一连串奇怪的感觉，后悔是一定的。为了那个在牢房施加酷刑的我感到后悔。但还有其他的感觉，我知道康斯坦丁认为我乱了分寸，认为我和卡夫特家族相处的时光让我变得软弱。
但他错了，这不是软弱，这感觉反而像是另一种决心。一样受到宗教影响的女人，